能听见我说话不？因为上次的直播以后，我都听不见我说话，我都有阴影了。能听见说话啊，太好了。我等会儿你们。Hello，晚上好。晚上好。好了，2.8万人，等到3万人，好吗？哎呦，怎么突然就3.3了？好了，我们开始聊天儿。今天呢？真的是给你们福利的时候。今天我听说，一直播呢，给你们准备了一份大礼，大红包。听说里面有好多好多钱。然后，你们今天晚上要赶快使劲的抢红包。新年了，抢的红包越多，然后，红包呢也代表一个新年的一种祝福，也会预示着让我们新年都越来越好。好，那你们抢着，然后咱们也聊着，每一次上来都首先要感谢一番吧，这次。也同样，首先还是想，感谢一直播能聊天的一个平台。记得上次来跟你们聊天的时候是圣诞节的时候，对，然后现在呢又是新年，每一个节日都能跟你们在一起，我也很开心。我们开始聊天吧。这个，有人问我红包在哪儿？这个红包你们会抢吗？因为我也不会。好像是不是我一打开一开始直播，然后这个红包就。发出了呢，然后你们就可以抢了，是不是？我不知道，你们自己研究一下，千万别错过这个大好的机会，不要错过我给你们发的红包。我迟到了几十秒，啊。对不起，抱歉，我是因为看到8点整了，然后才打开的直播，所以可能按你说的晚了几十秒。抱歉，我下回注意，下回早几十秒，好不好？我已经吃过晚饭了，你们吃饭了吗？因为遇见你什么时候播？因为遇见你过了年就会播了，我很期待这个戏，你们也一定很期待吧？哦，对了，快过年了嘛，然后我今天看新闻说那个，春运已经正式开始了，然后我看新闻上报的是。今年春运的客流量会有
29亿人。我当时看到这个数字，我都觉得怎么会有29亿人呢？今年春运的人会有那么多，所以这个春运，这个春节临近了，所以在这里呢，也先要嘱咐你们，首先我们一定要尽可能的回家过年嘛。那在回家的途中，还有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一定要注意安全，看好自己的东西。回家过年是一件好事儿，但是不要因为回家过年这个被一种喜悦冲昏了头脑，然后丢东西啊，然后磕磕碰碰的，我觉得大家都要注意。回家过年了，大家一定都很开心，而且今年呢，我也会回家过年。可能我跟你们一样开心吧。去年过年的时候就没能在家，然后今年终于可以回家过年了，终于可以跟家人在一起过年，很开心。但是年前还有一些工作要去完成，所以，我站好最后一班岗，等把所有的工作彻彻底底的忙完了以后，踏踏实实的回家过年。你们也一样，把手头的工作做完做好。我们都站好最后一班岗，然后我们一起回家过年。今年回石家庄过年。新年快乐，也祝你新年快乐。都到今年了，然后我的本命年也过完了，希望明年我们都能有好运气。彻彻底底工作忙完也得要年前几天吧，20多号，所有的工作就是今年一年所有的工作才完成，所以我们加油，站好最后一班岗。你们现在都在干什么？哎，今天是周末，对不对？明天大家应该都休息吧？明天，上班了也不上班了，上学的也不上学了，所以今天晚上能好好的看我直播，好好的抢红包了，对不对？哦，放寒假了已经。哦，寒假。哦，寒假放的好早啊！寒假放的好早。你们？哦，我看到了一个，这个飞出来的这个叫什么？弹幕，对不对？说。关注主播抢红包，你们是不是要关注我一下，然后才能抢红包？我不知道啊，我刚才看见的，是不是在提示我要告诉你们？哎，你们有没有抢到红包啊？其实我还挺关心这个的嘞。没有。没有，那怎么抢红包？你们问一下，
问一下周边的朋友，因为我真的也不知道。说是什么？刚才又飘了一遍，说是什么？关注主播就抢红包什么的。抢到了，你看有人抢到了。那你们去问一问，抢到的人是怎么抢的？真的听说今天给你们准备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红包，然后让你们来抢，真大方。聊聊新剧啊，好啊，我上次也简单的聊了一下，我知道大家其实都还是很关注作品嘛，其实我个人也是这样，我觉得一直都在讲，也一直都这么认为是，一定要踏踏实实的把戏演好，我觉得才可以回报你们吧，所以接下来后面，去年拍的一些戏，都会在明年上半年播，对，可能什么的，就觉得特别好，让我永远觉得自己是个孩子一样，对吧？天冷了，你们也要保暖，有的地方都下大雪了。我知道的啊，但是我不能确定，你们不要说我骗你们啊。明年可能，我知道的可能会先播的应该还是，《封神》和《因为遇见你》吧，应该会过了年先播的。我看到也有人说，过了18岁就不收红包了，然后现在工作了就，上半年你们可以一起看到好几个作品，可以一起看。抢不到，为什么抢不到？是不会都被抢完了吧？不应该吧？关注主播最新动态，关注有礼。哦，他会随机发，对不对？哦，那太好了，那你们就等着，等着他发，发了就赶快抢。过年要多抢红包，虽然其实，现在长大了嘛，然后。但是每次过年回家的时候，然后姥姥啊，然后还是会给我包红包。其实，小的时候就总想，哎，等到了18岁以后成人了，是不是就过年就没有资格收红包了什么的？但是因为一直从小跟姥姥长大嘛，然后现在我都这么大了，然后。过年只要回家，姥姥还是会给包红包啊什么的，不收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家人和长辈对我们的一种疼爱吧。我觉得如果长辈还会给我们红包的话，我们就要收下，让他们开心。
欢乐颂刚刚杀青，大家都杀青了，拍得很开心，很开心，特别温暖的一个大家庭。然后在杀青以后，我也一直在讲，特别特别荣幸能加入到这个大家庭里来，然后能特别荣幸的加入欢乐颂，真的希望以后有机会还能和大家在一起合作。反正这次拍的特别特别开心，特别特别开心。而且我一直在说，我不是说欢乐颂一不好，但是我觉得真的一部更比一部强，我觉得这也是应该的，欢乐颂二一定会更好看，真的。别急，我还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播，我真的不知道。如果我知道的话，我一定会早早的告诉你们。哟。怎么他们给我发了一个红包啊？但是说红包溜走了，我没抢到是吗？没有抢到，没事儿，你们抢，都给你们。抢到的继续抢，没有抢到的继续加油努力。没抢着，怎么那么多没抢着的？感冒了，是不是有人听出来了？有一点点吧，可能是前两天给冻着了，穿的比较少。多喝热水，真的。其实我因为也在网上看过，好像就是这个生什么病，然后干什么都说那个要多喝水啊，多喝水啊，大家会听得很烦，对吧？但是我觉得，虽然这是一个说的很多的一句话，然后也是一个感觉很不走心的一句话，但是真的，喝热水真的是治百病啊！真的，我小的时候也不喝，就特别爱喝这个饮料啊，然后冰水啊，但是现在特别爱喝热水，就觉得热水喝下去，整个身体都舒服了，所以也想跟你们说一句，真的。有病没病的时候，什么时候一定要多喝热水。养生哥哥。但其实我还对于吃和喝呀，包括运动什么的，还真的挺在意的，因为我觉得，要好好的、健康的吃东西，然后喝热水，
然后，运动健身，然后真的才能给自己带来一个好身体。等自己有了好身体以后，才能更加努力的工作啊，拍戏啊，然后能多拍几部戏，让你们看到更多的我，对不对？为了等红包，手都冻冰了，是不是在外边看直播呢？千万别冻着了。而且就在昨天，我也是在室外，然后一直手里拿着手机，然后手机上还显示有80%多的电，然后突然就关机了，然后就打不开了，然后我就知道是被冻关机了，冻的电池都没电了。快过年了，然后你们要平平安安的回家过年，然后，回家以后呢，要跟家人多待一会儿，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家人，好好跟他们讲讲这一年发生的喜怒哀乐，然后去分享一下今年的收获，还有今年的失去。我觉得，不管是收获也好，还是失去也好。我觉得过去的一年都过去了，我们要更加勇敢的面对新的一年，一定会一年更比一年好。我们大家都一起加油。然后，如果不能回家的，朋友们呢，我们在外面也要跟朋友啊，或者同事啊，跟能在一起的人。也要开开心心的过年吃饺子，千万不要说不能回家过年就一切从简，什么都不在乎了。我们也一定要弄出过年的气氛，让大家开开心心的过一个好年。我也觉得真的，一年一年的过得好快啊。然后，我当时觉得时间也过得很快，但是我觉得没关系，我们永远都在一起。我们一起度过一年一年的，我们每年都在一起，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好了，你们抢红包，然后，过年谁给我发个红包？开玩笑。但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一到逢年过节的都很期待收到礼物或者收到红包什么的吧。最重要的是，如果在过节过年的时候。有人送你礼物，有人送你红包，我们一定要回去，我们一定要觉得自己很幸福。那是因为时常都有人惦记着你，我觉得这很难得。我帅我都对，你帅你也对。好啊，你们可以问我问题啊，我回答你们几个问题。明天艺考，哦，对了，我刚才看到，我才想起来，该艺考了，哎。又回想起当年自己艺考的时候，不多说了，艺考真的是一个
非常有意义、非常珍贵的一段时光。祝今天艺考的同学们，艺考加油，都能考上自己理想的院校。然后也要好好的珍惜这段时光，这将是你们人生中最美好的记忆之一。加油，祝你们艺考成功，祝你们考上上海戏剧学院，我又给自己的母校做广告。我是石家庄人啊，土生土长的石家庄人啊。好，我一会儿就去喝热水，然后今天也早点休息，然后明天是周末，你们也不要玩得太晚，该抢红包抢红包，然后一会儿该早点睡觉也早点睡觉。都在那儿休息，好好享受这个周末，然后也在此呢，祝你们周末快乐。然后在这儿呢，也给你们大家拜个早年，祝大家鸡年，差点忘了，祝大家鸡年万事如意，开开心心，平平安安。我觉得我说的最多的就是平平安安，真的，每时每刻，无时无刻，我们都要平平安安的，开开心心的度过每一天，这样我们才不枉我们来这人生走一遭。祝大家新年快乐，给大家拜早年了。好了，时间差不多了，然后，你们好好的。我也好好的，下一次我们一直播见，拜拜。